做肥牛饭到底是放紫洋葱还是白洋葱呢？其实有很多东西无关优劣，全凭喜好。为什么我放了紫洋葱呢？因为家里刚好有嘛。加入老肥牛的肉汤、蚝油、生抽和料酒，然后再倒入肥牛翻炒至入味，接下来就可以准备上桌啦。倒酱汁。肥牛饭呢，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道简单方便的家庭料理了。温热的米饭、鲜甜的酱汁，还有扑鼻的牛肉香气，吃一口，好像一天的不快也就这么消散了呢。日式肥牛饭，来颗生鸡蛋，再美味不过了。卡吉玛。我们总是觉得幸福很昂贵，其实起床后推开窗的好天气，赶路时正好到站的公交车，还有此时碗里热腾腾的食物，不都是幸福的味道吗？